看第五题，我们来解这个方程组。那我们现在是要讲矩阵列印算嘛？我们就用矩阵列印算来解它。我们看这个增广矩阵，一、一、一、二啊，它是二负一，一九，一负二，二九，我再乘以负二加进来，乘以负二，乘以负二加进来。它乘以负一加进来，啊，乘以负一，啊，这变成多少呢？变成是一、一、一、二，它的零乘以负二，负三乘以负二，负一乘以负二，这是五，再乘以负一加进来零，再负三，一七啊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好乘以负一呢加进来，乘以负一加进来，会得到多少呢？一一一二，零负三，负一五，零零，负一加加二，负一加加是二。好，那我再把它除以负三，这个把它除以呢二。就得到多少？好，再把它乘以到乘以那个三分之负一啊，那再把它乘以呢，二分之一，我就得到这个，这是一一一二，零一，这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负，啊，这是零零一一。他说我就得到哈，得到 x 加 y 加进哦等于二，这是 y 加三分之一进等于三分之负，那这是进等于一啊。好，这进等于一，那 y 等于多少 ？y 就等于哈一嘛，一过去三分之负六，三分之负六就负二，它带进来。x 等于多少呢？二减 y， 减 y 就是减二，减二就是减负二，减负二就加二了，它再减进减一啊，所以它是四减一是三，所以 s y 进哈是三 ，y 是负二嘛 ，z 是一啊，哦三负二呢一，哦三负二一。3, 4, 2, 1,